您觉得制作节目成功的这个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制造欢乐与笑容，还有持久的热情。关于持久的热情，台下好像有两位入围者非常的持久，一位是入围7次8个奖项的露露黄露子英，够持久了吧？好。另外一位呢，是生了3个宝贝女儿再度回到战场风采依旧的小 SS 姐。兄弟，안녕하세요。Hi, Aaron。저는 Aaron 입니다。잘부탁해요。잘부탁드립니다。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to you. I'm the world's 27th most handsome guy, AKA Professor Yan. It'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For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制作过 Running Man, Sixth Sense.最有名的 PD 丁哲明先生 ，Please say hi to the audience in Taiwan。大家好，我是丁哲明，谢谢你们今晚来。哎呦哎呦！既然邀请到这么有实力的 PD， 我就来问一下 Hyun， 您觉得制作节目成功的这个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制造欢乐与笑容，还有持久的热情。哦，关于持久的热情，台下好像有两位入围者非常的持久，一位是入围7次8个奖项的露露黄露子英，够持久了吧？好。另外一位呢，是生了3个宝贝女儿再度回到战场风采依旧的小 SS 姐。请问一下 PD， Who do you think will win the prize？ 啊、oh. ，I wish both of them in the prize。啊，他说希望两个都得奖，非常的客套，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看什么看？快停啊！